河南队的卢玉飞马上上平衡木。交换腿截环，劈叉截环，后手翻依次落，还是要看一下难度串给不给刃。毽子后直，漂亮。臂翼连接加0.1。挺身前空翻，纵分跳，横分跳，一整串有0.2的连接加分。立转360 A 组，挺身，侧空翻 D 组。交换腿跳 C 组，向前的劈叉截环跳 D 组，0.1的加分。后直720下 C 组。卢玉飞成套还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，木上的动作也很干净，唯一的疑问点就是卢玉飞的平衡木交换腿截环是一个异组，我们说他第一串哈，看有没有回放。哦，这是从第二串开始回放，我们的转播团队也是非常希望尽可能的把运动员最佳漂亮、最佳完美的成套动作呈现在观众朋友的面前。第一串的疑问点呢是交换腿截环是一个E组，然后劈叉截环是D组，后手翻依次落是B组。如果认定这一串成功的话，是0.2接0.1再接一个0.1的串连接，也就是说可以获得0.4的额外连接加分，但是中间的动力性稍微的有点失去了，还是有一点犹豫，所以这个三连接是裁判组目前打分的疑问点。你看卢玉飞的右腿啊，包括两只脚都是缠了绷带和肌贴。运动员，尤其是体操的运动员，非常不容易。确实很少有体操的运动员是完全没有伤病的，只要练到高水平的运动员都是有或多或少的伤病问题，而他们又要在这种伤病的情况之下扛住伤病带来的痛苦，然后继续的训练。